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扑克水泥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大概12个平方英尺。刚才已经拉了一车石子到前边，然后也把草拔了一下，现在再进一步处理一下地面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杂平器，英文叫 tamper， 然后把这个地面砸结实一点，平整一点，为了灌溉水泥方便。我是用 2x4 的木头，然后定一个框架，简单的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了，为了铺水泥做准备。这个 2x4 的放不下去，因为下边有一点水泥，所以要去把它锯个弧形出来。为了铺这一片的水泥，买了56包一个 poly 的水泥，放在前面的车库里。每次需要就去前边拉回来，再准备一下简单的工具，然后这是开水泥，准备和水泥，一次性的和2包，60磅。打开水泥的灰尘很多，本来应该戴个口罩，但是经常做工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圆领的上衣遮住鼻子跟嘴，简单的保护一下自己。铲子，要铲水泥的铲子，每次都是乱放，又长草，找着了。
刚铺了一点水泥，我上次做工的时候拿回来一些铁网，然后想放下去，结果放下去踩了踩，摆了摆，感觉水泥还没摆的那么平，所以说这个网子下边的水泥又沾不着，可能下边是土，吸收太快了。我觉得这个水放的挺多的，水泥也不是很干，所以呢，准备放了这第四袋水泥，然后再放上去这个铁丝网。Thank you.
现在呢，就需要一个 two by four 的木头，沉一点，好一点，因为可以左右晃动，然后震动水泥，把水分跟水泥震到水面上，然后让表面光滑。
看到这个表面的水分已经被吸收进去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扫把在上边表面这一层轻轻的扫一下，让它有个条纹，然后等干了之后呢，这样容易防滑，不容易在雨季的时候水多的时候滑倒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欢迎订阅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我会努力更新每一个视频。再见。